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是一杜德伟的叫做救我，救我，然后 MV 是他拍的，窟窿叫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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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对，副歌副歌，来副歌来一首，考场会上课。哎呦，哇，你看，根本就是少年街了。冰冰啊啦，白冰冰，还有大冰冰，还有粉冰冰，嘿，冰冰还有牙齿白，我的牙齿真的很白。一起哈啦啦啦，哈啦啦啦，哈啦啦啦啦。一起哈啦啦啦，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路开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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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那个是啦啦啦抽书冷冰冰冷冰冰冷冰冰可以唱很多冰吧冷冰冰一个白冰冰还有冷冰冰还有白冰冰小冰冰还有冷冰冰还有白冰冰还有冰冰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不用做梗，好不好？不用不用不用，赶快猜，请认真答。对，不要再闹了。重点是库龙在后面，你把我直接跟他一起骂。对对对，对啊。Bang bang bang， 这首歌很 crazy， 现在立刻飞到台湾。这首歌潘老师还会跳。来，我跟你讲，宪哥，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是一是杜德伟的，叫做救我。就 MV 是他拍的，窟窿叫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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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对，你都会跳吗？他会啊，来来去跳，来副歌副歌，副歌来一首，考场会上课。你看，根本就少年街了。冷冰冰啊，啦白冰冰，还有大冰冰，还有粉冰冰，嘿，冰冰还有牙齿白，我的牙齿真的很白。时事题的时事题，对，下一题下课十分钟准备。哪那么简单的？请出题。上课好满哦。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你的声音来，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会让我们想到明星养老院。什么东西都涨了，都涨价了，所以掌声就响起。哦，物价上涨，这个，这个娃娃音这一组哦，他们两个很有的聊哎。有啊，对的，真正再见，对，真正再见，而且另外一个还会肯定对方。哎，对对，我也觉得是那一首。我们是不管写什么答案，我们是刚好都想的一模一样。我说是真正再见，对，真正再见。结果刚有人说是掌声响起来，然后蔡桂琪还说是掌声响。人云亦云。我因为在擦汗，所以我来不及，对不对？我在擦汗，我来不及写掌声响起，他就写珍重再见了。你说对，你说珍重再见，没